系我哋咖啡时间拍埋呢个直播预告俾大家先。我哋好开心咁话俾大家听，喺呢个星期都准备咗两次直播，两次，一次咧就喺星期五嘅快手，同埋星期六嘅 YouTube。时间大概九点钟啦，咁具体嗰啲时间同埋日期咧，都系要睇翻呢条视频下边写嗰啲字。好希望你哋可以嚟支持一下我今个星期嘅直播，因为我有事要宣布。各位好朋友，在这一周呢，我们准备了两次直播，一次是快手的直播，还有一次是 YouTube 的直播，那么一次是周五，一次是周六，具体的时间会在这一条视频的下面宣布。在这里呢，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我这一周的直播，因为我有事情要宣布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我们直播见。打开那旧音响，忘掉昨日忧伤，随轻轻节拍悠悠歌唱，谁驻足观赏万水千山流浪，海阔天空翱翔，霓虹灯是我今夜出演最好